欢迎收看尼亚斯的实况频道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剪头发了，剪成平的，有点类似平的啦，不过还是靠左边啦，就是，有点类似半斜刘海吧，我不知道这怎么讲，反正就是左右两边都全部剃掉。然后这个颜色不是我又去染头发，是因为原本的染过的颜色褪色，褪成这个样子，就是有点，这有点像是比较柔的金色吧。对，金银色吧，应该是这样讲。然后这边就已经全部都是黑色了，但这不是重点，因为我们要来开箱我的显示卡。我网购了雅虎奇摩商城，然后网购5900多块台币的显示卡，这是我过年之前，在过年之前订购的。然后因为他过年不会送货，所以到了今天，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这一上传的当天，就是今天才到货。然后买这个显示卡是为了要玩那个汤姆克兰西的全境封锁，就最近要出的，在3月8号、3月9号上市。我已经预购了，大概2月19号、20号会有 beta 公开测试的版本可以玩，到时候我会去试着玩玩看。这样，那我们今天就不废话，就直接来开箱了。对，就只是为了要玩汤姆克兰西，才买了一个显示卡5900。它画质太好了，所以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高阶的显示卡才可以正常游玩，不然我可能光玩就很吃力了，再开个录影可能就 GG 了吧。对，我试试看换个显示卡这样。那我们先来开箱，先拿剪刀，哎呦，好像有点困难了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小朋友拆这个的时候要大人在旁边哦，不然会有危险。OK， 啊，不行，这边一定要用剪的，不然它很难开。它这个封得很密，然后它上面有一些标识，像这个它是写说精密仪器。小心搬运的意思，所以感觉很贵重。废话，5900哎，5900不贵重吗？好，可以，这边可以了，换另外一边。然后啊，这个东西可以拆掉啊，这个只是一个代号而已，没什么用。等一下，我来拆一下侧边啊。哦，这个箱子真的封的比一般的箱子还要封的还要好，所以拆特别难拆，用胶带用超多的。等一下，这到底？等一下，嘿嘿嘿 ，OK， 拆大概三分之三的啦。等一下啊。OK， 拆完了，打开吧。哇、哦，看到这样子，这样应该可以啦。好，打开了。打开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。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子应该看得清楚吧。好，首先有一袋东西，你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看得清楚吗？这是一个滑鼠。对，他买这个显示卡，他有送一个这个东西，你们看得到吗？这个好像是反的，我直接念给大家听啊。这是卡巴斯基网络安全软体，就是有点类似防毒软体。它是 PC， 然后啊，它是 Windows 10才可以用哎，我是 Windows 7哎 ，Windows 10才能用哎。然后它是2年中文版，哇，好赞啊！买显示卡还送两样东西耶。就先留着吧，它是一个碟片啊，就是安装碟片这样。嗯，好，这先放旁边，然后再来，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滑鼠，这是什么滑鼠 ？NSI 的滑鼠，看得清楚吗？这灯光有点奇怪啊，我看一下哦，它全部都是写英文诶，然后它是用 Windows 8.18、Windows 7。
Windows Vista 跟 Windows XP 都可以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滑鼠，这滑鼠其实长得有点像蝙蝠哎、欸，有点像啊。我在猜，我应该不会习惯用这种滑鼠，因为我原本自己用的滑鼠是比较小只的，比较可爱的，所以用起来比较舒适，比较不会这么的有质感。突然这么有质感，我有点不太习惯了、啊。这可能以后再拆来用啊。嗯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轴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红色的有没有？直接拉给大家看了、啊，看到吗？暗暗的，一大箱。啊，好喘啊！因为我刚吃饱就来拍这部影片。来吧。好、啊，就是这个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吧？这个哎，反了，对不起。哦，好大一个！我没有想到显示卡这么大一个。那为大家介绍，这个是 GTX 950，然后 GTX 950 Gaming 版本的 2G， 它大小是 2G 啊。然后我看一下，这是它背面长的样子，看得到？对不起，我摄影技巧很差。这样看得清楚啊，应该可以啊。对，它大概长这个样子，然后要价5900多，我忘记900多少了。对，然后 OK， 那我们就来拆它吧。哦，天哪，好大一个！这怎么拆？哦，还蛮方便的，它这个没有用什么胶带，它只是用一个扣子。我拿给大家看，这边有没有？这个拉开。拉开它就可以打开了，有没有？还蛮方便的。我打开它、哦，哇，这还用拉的哎！哇，好了，拉出来是一个这个东西，看得到吗？这边还有一个标记，好有质感啊！哎，这个箱子让我有点想到鞋那个鞋子的那个装箱的，好酷哦！等一下，我拆一下，啊，这可以翻开，这也翻开，有没有有点像笔记型电脑？然后这个先拿掉啊，这没有用。我们来看底下，能看到，看得清楚吗？这个就是我的显示卡，这么大一台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么大一台装不装得上去啊？会不会买的到是浪费？没办法，我对电脑这种东西不太熟，所以因为我之前的电脑工程师也不知道，他也不太帮忙啊，最近，所以我就干脆想说自己来。你看这么一大台，背后看得清楚吗？应该是看不清楚啊，一直反光，反正就是很大台，很大台啦，对吧？哎呦，没电，快没电了。好了，那拆也拆的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。它的东西就是三样，就显示卡，然后滑鼠跟防毒软体底片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它是买显示卡送那个滑鼠跟防毒软体啦，对，还蛮不错的其实。花5000多送这个，还算 OK 啦，觉得还 OK 啦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开箱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我觉得这个发型有点奇怪啊，不过还算可以啦，我个人是觉得还 OK 这样子，不过有点平了一点，因为像妹妹头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如果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四元军团的粉丝按赞，或是看其他团的有趣实况哦。那如果你对于我的影片很喜欢，想支持我的话，可以帮我影片中的可略过广告不要略过它，就可以免费赞助我哦。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